兽哔哔叨。最近公司里的气氛实在是太压抑了，唉。竟然做出这种决定，开什么玩笑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是魏国公的专属，全年没出啥东西也就算了，还不停地被插队，就算是玩家都感觉不对劲了呀。你看看现在画饼都画成什么样子了。司徒青小姐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先吃块饼压压惊。长卫小姐，怎么连你也……你看我的院后之楼可是第一批公布的造型呢。三年了，长卫小姐，长卫小姐，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团队里最最与世无争的长尾领央小姐情绪也失控了呢。所以大家都不要气馁，都要打起精神来哟。就这么约定了好吗？就这样，大家又同心协力，信心满满的迎接新一年画饼，哦不，新品季。这是一幅多么团结友爱的画面啊，你说对吗？